我是 Wong， 欢迎来到红石口袋 1.20 分部，今天拍摄当下。汪汪28岁生日，我生日我最大，所以汪汪今天决定随便拍。有多随便呢？比如汪汪今天这部影片打算从头到尾使用一个背景音乐，听起来484超随便超坏坏。我还蹭了最近上了台湾达人秀的红石口袋的流量，虽然我本来就是红石口袋的成员，我就蹭。而汪汪今天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我们上集有看到这个坏小孩 NPC 用坏小孩煤炭才能跟他换到这一些指令道具，汪汪私下获得了好多煤炭，所以我们就来每个药水先各买个两瓶，多买一点好了。而剩下来的煤炭我们通通拿去买蹦蹦炸弹，来看看它的威力吧。速速返回汪汪村，从汪汪的家中来掏取些许的不死图腾，再掏出些许的铁桶桶到汪汪家后院牧场挤点奶。哦，这个海尼根取的名字啊，这毕竟是肉酱做出来的药水嘛，一定不怀好意，所以我们安全措施是一定要有的。我们就先从这一罐要你命3000开始喝起吧。君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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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哦哦哦哦哦哦，好多的效果。我是不是快死了？我先喝点奶。啊哈，我又健康了。下一罐有麻味的神仙水，君君君君君君君，哦。哦，我不对，我要穿鞘翅，好安全，直接飞天也太快乐。下一罐是这个石化药水，我猜应该就是动不了哦。这个是很长的缓速效果，外加跳跃提升效果。哎呦，这个跳的，哇、哦，这个跳好高。不行，这也跳太高了吧！如果没穿鞘翅，超危险的。来，我们来找个安全的地方下来，一次给各位看看汪家风景啊！真的是跑不动哎、欸，各位看，我在奔跑，但是我跑不动啊！如果我想跳跃的话呢，我就会用很奇怪的方式弹起来啊！我们再尝试飞行一次，飞行一次。有，好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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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看完汪汪家的全景。如果不论刚刚那个缓速效果的话，他刚那个超级跳跃是不是可以代替烟火还有三叉戟进行飞行啊？这根本就是火箭药水嘛。而最后呢，这一瓶试作型补血药水一定能补两颗星，我挂保证，我们喝喝看。哦干，真痛痛。这种药水效果全都看过啦，再来跟各位分享一个酷酷的模组，能偷看到这些药水究竟有哪些效果。我们打开 ESC， 点开模组选项，打上 HELD， 汪汪装了这个 Hold Item Information， 你所持物品的资讯模组。请大家注意一下汪汪看着的方向，只要我们手持不同的物品就能显示它的附魔资讯。除了附魔资讯外，如果我们手持药水就可以看到它的效果资讯。仔细看好了，我们直接看这药水是看不到它的效果，但是只要我们手持它就能隐约看到凋零、失明、饥饿、挖掘、疲劳的效果，而且都等级五，超夸张的。再来看看下一个，哦，这是一个悬浮99等级3秒钟的效果，跟缓速99等级但是跳跃提升49等级的10分钟药水，跟它其实是真的有一个立即治疗二，只不过呢，它还多加了一个立即伤害19的效果，就是我们刚刚喝的这个试作型补血药水。对，它真的有帮你补血，只是扣血扣的更多。除了这个检查手持物品资讯的模组外，如果各位有什么更加一目了然可以看到药水效果的酷酷模组的话，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汪汪哦。啊，接着呢，我们来尝试把这些药水通通变成飞线的，看看他们会不会保留什么东西。要酿好了，他们通变成了不可合成的无效果药水。但为了满足各位的好奇心，我
汪汪，丢一下也无妨，无效果，无效果，无效果跟无效果，但这紫色粒子效果看起来挺漂亮的。最后压轴，我们的蹦蹦炸弹，总觉得这句话好像在哪里听过似的。那在我们正式来玩玩这蹦蹦炸弹前，还请各位留给汪汪这部影片超过2800赞的喜欢。阿舅，今天汪汪28岁生日，我可以。不需要有赞助要求，对吧？可不可以给我2800赞，让我的生日开心一点？谢谢大家。那为了发挥这蹦蹦炸弹的最高效益，汪汪决定来掏出我之前打突袭战时获得的这两个分裂剑石快速上弦二的弩，再掏出库存的修补还有耐久书，找到一铁针，把这两个弩给叠起来，再打上耐久与修补的附魔。那虽然蹦蹦炸弹的威力不会因此而提升，但我们有了平行瞄准射击手段，并且攻击范围大3倍。那为了让大家了解这蹦蹦炸弹伤害到底有多痛，我们应该要来个对照组，我们就来掏出汪汪从阿洛加 A 来的超大量的火药，放置已久的甘蔗，还有最最重要的汪汪的午餐，剁碎午餐，再剁一次，午餐加入跳跳糖，甘蔗压成包装纸，合成原版最痛远程攻击道具7等级烟火炮，还有最最重要的我是说还有最最重要的一件事，取回汪汪的御水装，准备面对即将迎来的冲击。再题外话一下，汪上集做的这个圣诞小精灵套装，我给他附魔过了，我们现在可以利用它在冰上游走，非常有圣诞节的气氛。虽然圣诞节已经过去好久了，材料准备完毕哦，用弩拿在副手，用这个姿势好帅。那我们来进入正题，蹦炸弹的话，我们晚点再试，我们先试试看这个小颗的7级烟火炮，装上这个弩，准备来发射啊！各位先注意一下哦，我现在是穿着全御水装哦，进行射击，打boom！哦，伤害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痛。汪汪想，除了御水装之外，可能是因为我多附了爆炸保护的附魔吧。这烟火姑且算是爆炸伤害吗？汪不是很确定。总之，我们这回来把全身脱光光，再来射一次试试看。我要射击喽！哇，7级烟火球！射下来大概就这么痛，各位可以再仔细看一下7级烟火球这边的叙述文是还有11个叙述，而我们的蹦蹦炸弹它多了43个叙述，它会有多痛？我们现在穿着御水装，手持不死图腾来射击试试看。嗯，哦，好亮哦，好亮，好亮，好亮哦！哦，看来爆炸保护挡这蹦蹦炸弹是挺好的。如果我们单纯拿掉这个爆炸保护的附魔，我们再来尝试射一下，会变成哦哦哦，这就挺痛的。看来爆炸保护的确挡得了烟火的伤害，是时候该来一丝不挂了。装备上蹦蹦炸弹，好好好好好，嘎嘣嘎嘣嘎嘣嘣，哦吼，总之很痛。自残阶段结束，该来拿生物做实测了。我们简单来召唤个铁巨人，铁巨人血应该是挺厚的吧？我现在才获得招阴买马的成就吗？啊，铁巨人血量有100滴血，不对，你不要靠蜜蜂那么近好吗？我们换个位置，我们就先来用7级烟火砸砸看。我丢啊！哦，3发都打在铁巨人身上，造成了15点的伤害，来给铁人稍微补一补。下一个我们来用蹦蹦炸弹实测一下，嘎嘣！这回造成了好花花又绿绿，那才多造成了3点的伤害而已吗？还说铁巨人的护甲石太厚了，我们应该拿其他生物试试看。看着尼根一进游戏就被扶手者杀死，从中介箱中掏出我大量的凋零头头，来到中介时看到尼根在这跑来跑去，难道我们在想一样的事情吗？哎呀，他走过来了，兄弟，你是不是超想打中介龙？OKK， 我们从原本想要打凋零变成打中介龙了，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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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got this one， 蹦蹦，
我们在想一样的事情哎、欸，我们在想一样的事情哎、欸，我们在想一样的事情哎、欸，干，是。好嘞好嘞，总之汪汪已经跟海尼根打完中介龙了。如果各位有兴趣看用这个奇怪的烟火炮打中介龙还有福州这影片，可以去海尼根的频道期待一下哦。我们就先来打汪原本想打的凋零吧，看一下哈，我来放上灵魂沙还有我们的凋零头头，装上蹦蹦炸弹。 OK， 要来了哦。好，小布哦，这个伤害还可以吗？还可以，但是我自己快死了。我们在外地试好了，范围伤害嘛，当然是要来玩家的范围伤害啊。哎，在上面是射不到的，有点小失望，有点小失望。等一下，你跟你在射吗？我怕他射入口会射到我。我觉得我们还是用我们的不死克星五线剑简单挥一下好了，快速挥一下。我们就又获得了一个地狱之心，返回汪汪村。那虽然说这个蹦蹦炸弹在实战上没有太突出的作用，但它成功给了汪汪一个借口，做出了我超喜欢的分裂剑石弩弩来啊！如果各位有想到什么酷酷的名字，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帮这把弩取一下哦。那今天这集汪汪就是超级开心、超级快乐、无所事事过了一集，今天就这个样子。六眼硕，汪汪生日快乐！我爱红石口袋，感谢各位收看。不，订阅汪汪，大赞汪汪，捅爆铃铛，监视汪汪，觉得香香，记得分享，协助汪汪煮点母汤。哎、嘿嘿嘿，我都被杀死了，天哪，好痛、！Sorry 。